王上，两国交战，此乃大事，万万不可草率呀。皇上，微臣以为，南宋瑶光相战，正是我国坐收渔翁之利的大好时机。南宋瑶光开战，我们可以假意借兵，等战争焦灼之时，我们再出兵，可以将两军。本王是此等落井下石之人吗？王上，王上息怒。此前阿里在南宋陷入困境，向我求援，本王听了太傅的，并没有伸出援手。现在南宋大军欲攻入瑶光，阿里生死之际，本王绝不会坐视不理。此次出兵，本王势在必行。皇上，两国交战必有损伤，且不说瑶光的胜率有多大，即便瑶光在我国的帮助下取胜，这与我们国家也没有半点的好处啊。老臣绝不允许用我天权将士的性命去搏一件毫无注意的事情啊。此事本王心意已决，若是太傅仍有阻拦，这王上豁人做必事。皇上，皇上，太傅大人也是为了天权才犹豫再三的，况且若是支援瑶光，那等于将天权的性命压于他国，王上是否应该三思而后行呢？子玉，你怎么还是不明白？阿离今日向本王求援，本王若是不伸出援手，他日怕是没有机会了。本王可以三思，阿离不行，阿离等不了。哎，王上，子玉公子来了，有请。是。参见太傅大人。啊，快快请坐，来，坐。深夜将公子请来，实属无奈之举啊。太傅忧国之心，子玉明白。啊，公子可知道，王上为何突然如此坚决地要援兵瑶光？王上今夜收到慕容郡主的密信，执意要援助瑶光。哎呀，这个慕容离呀，就是我天权的劫。我从未见王上如此认真过，想必对这次出兵之事，他不会轻易放弃。不行，不行，老臣绝不能任由王上凭心性做事，这毕竟涉及到三国啊，如何能用感情行事呢？子玉明白太傅大人的忧虑，所以想了一粗浅之计，不知能否帮到太傅。哦，什么计呀？可以将两国。将军，刚才得到消息，子玉昨晚到太傅府上去了。王上去了吗？没有。你去，把朝中与我素来交好的官员都给我请来。注意，不要省着。将军，这要是被王上知道了，会不会……按我说的做。是。